酒吧我已经打过，然后我问他说，就是我如果训练到一半，就是觉得我训练不下去，就是当下你在做，就是接下来这个训练可能超过我的范围，那我问他说，我可不可以就是直接停止？他说是可以。那我想问，如果训练中常遇到这种情况，你会怎么处理？这么多问题。